工作中，我逐渐喜欢上了我的搭档。她有时很调皮，有时有点莫名其妙，有时很漂亮，有时又很性感。生活中，我们无话不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大学时初恋女导员竟然是她的妈妈。你说谁是女儿？你跟王叔跟我在一起了？我没说啊。你说我的话呀。他问我在哪儿，我都反问你。你是女人，我是女人。我知道，他只是想保护好瑶瑶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又不知如何面对。你要抽，你抽上的好烟，你抽的什么破逼玩意儿？来喝酒了，失恋了。我到底该告诉他吗？没有，没有你一个人和道别人，那都什么边呢？你的饭店定位。我从第一家找到最后一家，老板以为我从孩子丢了，去让他找孩子。你孩子丢了？妈，你孩子丢了，还让找去啊？病啊！姐，回家。回你家，回我家。回我家，我腰子给你嘎了，腰门给你捐了，我还能赚点，我再给你搞搞花了，宰不宰不七八成清楚，走不走？走。走起来！妈，你搁外面你怎么不喝死呢？搁大马路牙子，我要没找着你。这又是夏天，又冬天，冻死多少你不知道啊？这夏天要挪还挪走怎么办？我的体格我冻不死，关心我？关心狗呢？哎，我想想个事儿，你之前跟我说说你想搁珲春买房了，有钱人吗？我给你买，你去不去？我有小孩呢，沈阳什么房价？珲春什么房价？一套珲春房还想忽悠我？那我要跟沈阳买一套，你愿意吗？哎，你拉倒吧，这你没有房，你现在也没有房呢，你搁我家这沙发一个月睡八个月，我说你啥呢？现在喝，喝完酒回回胃疼，回回不长记性。这玩意儿能喝吗？这哎，能喝，喝的听话啊，乖宝，这玩意儿这很有营养，这玩意儿冻奶粉。喝吧。你这些我可贴心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为了防止你烫，我还是拿汤温水冲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汤温水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睡？你先广场打呼噜，我楼上能听见。这会儿你肯定没睡呗。你今天因为啥喝的呀？家里事儿还是工作压力大？没有，就是突然间心情特别不好。就突然间心情特别不好。小孩儿啊你，你怎么掉线了？我这，谁还没有几天不舒服的事？等啥？嗯。我，那个。嗯。我跟我妈不是好不容易能见一回吗？嗯。然后我寻思明天我俩去跟我妈吃个饭去。那不挺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也跟着一块儿去。啊！不太好，不好就不熟，不是不是。我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他们告诉我。变了吧。我就想好了说。你说谁是女儿？我不管你俩什么关系，你们有缘分。俺俩什么关系啊？什么缘分？好，我来不是跟你聊你女儿来的，我来聊我们俩的事儿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说当初咱俩谁也没有错，只是相遇的时间不对，还是那啥的。是你觉得咱们两个是从来没有在一起过吗？还是在一起又分开过？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，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，你是最好的女儿。